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把宝给大家掌声鼓励，再次拍拍手！耶、yeah! ！哇，这么多的朋友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兴奋，现场有3万多位的朋友，后面的朋友挥挥手 ，Hello！ 呜呼！哇哦，人潮真是太多了。对，爱你爱你爱你，后面那个对，爱你，哇，真的是太嗨了，超棒了。好，爱你，啾咪，么么么，好好，谢谢大家。好了，不要再冲上来了。好了，够了。好，对，鲜花的待会了哈，鲜花鲜果的待会哈，不要那么快哈，等到那个时候再鲜花鲜果都没有关系哈，不要急哈，总是会有那一天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第六届的粉蓬乐团大赛马上就开始啦！来，给你们自己掌声鼓励。可以参与到这样的盛会，真的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那我们呢，今天呢，有邀请到我们非常多优秀的评审，还有呢，我们非常优秀的舞台，我要看到我们的非常优秀的舞台哈，非常的棒哈。好，我们这个舞台特别的别致，特别的美丽，应该这个世界上看不到第二个这么漂亮的舞台，来给舞台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齐备，哇哦，谢谢铁花村的工作人员哦。那在这边呢，也要来介绍一下我们铁花村所有的设施啦。刚刚呢，大家在进场的这个部分呢，都有看到我们的慢市集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铁花坝，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店，还有我们的铁花店，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店，还有好吃的好玩的都在我们的附近的周，我们的附近，我们的周。招之外呢，如果想要吸烟的朋友，看到那边有没有烟，可以去那边吸。然后，如果你没有带烟，就去那边吸；如果你有带烟的话，就点你的烟在那边吸。这样哦，那边是吸烟区。那吸烟区呢，旁边是我们的什么？看得出来吗？那个是洗手间。哎，男生女生，男生在右边，女生在左边。哦，所以呢，只要你要想要上洗手间，就可以到我们的洗手间这边来使用。想要吸烟也是在这边。好、哦，然后呢，这边呢是我们的乐团乐手的准备区以及那个工作区域。那前面呢就是各位可以享用的这个区域哈、哦。你想要跳舞啦，想要打滚啦，想要抢背啦，想要伏地挺身啦，想要做瑜伽哈、哦，这边呢没有太大的限制，只要不要影响别人就可以了。好了，在这边呢，再一次呢，代表了我们台湾好基金会呢，欢迎各位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来到铁花村，来一起感受呢我们第六届的我们的粉蓬乐团大赛。是的，首先呢，马上呢要来呢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天的我们主办单位就是我们的台湾好基金会铁花村，以及呢我们合作单位就是我们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以及特别感谢我们的台湾观光学会，台湾观光协会，谢谢以上的单位呢，才会让我们今天呢所有的我们的比赛呢能够这么顺利的进行到，一直到从初赛、复赛，然后到进入到我们的决赛，更要呢谢谢，待会呢我就要来一起欣赏我们所有乐团呢来在舞台上的挥洒他们的热血，一起呢带来他们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分享啦。现在呢，要来跟大家来向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呢决赛的评审，决赛的评审。好，首先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是我们的创作歌手，也是我们知名的乐评，也是呢我们的音乐的顾问，也就是我们的赵家驹老师，这里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赵家驹老师。好，这个昨天赵家驹老师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在高雄机场下飞机，对不对？对，因为我有看到有那个纸张，我跟你搭同一班哦。然后就哇，家驹老师也就这一班啦、啊，真是厉害了啊！好，不小心透露你的行程，很抱歉了哈，当作没听到。好，那我们赵家驹老师呢，是我们台湾音乐文化国际交流学会的理事长，也是呢制作我们第四届异地音乐大展，以及我们三届的台湾乐团节，两届精英创作奖，以及呢第二届学生乐团甲子园 PK 赛的评审团的主席哈。所以呢，我们的今天呢，我们的评审团呢，我们的都是每一位老师，我们每一位评审都是非常的厉害的。紧接着呢，要继续为各位呢来介绍到的呢，也就是
非常资深的音乐人，但是呢，他也非常的低调。然后呢，他呢过去呢拥有许多的作品，也参与许多知名音乐人的这个作品的制作。那来到台东之后呢，成立了一个录音室，叫做爱人录音室。那本人的刚刚有说非常低调嘛，那要查资料的时候，连维基百科也找不到哦，低调到这个样子，网络也很低调啊，资讯也很低调，身高三维兴趣哦，这个也是很低调，大家呢待会慢慢去探索。好，这位老师就是我们的王继山老师，欢迎我们的王继山老师，王老师好，欢迎欢迎欢迎。好，有加入他的网志的话哦，可以看到他碎碎念哦，念得蛮碎的，也不错啦啊。好，好，接下来这就是呢，好啊，这一位大家呢非常喜欢的哦，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也就是呢，台湾呢我们的创作歌手呢，以创作歌手呢的姿态来出道的，曾经获得我们的乐团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然后他的一首歌呢，就是《灿烂太阳》，哎，有没有想到那个？哎，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那曾经参与呢，我们孙燕姿啊，还有呢蔡健雅，还有张惠妹等天后等级的专辑的制作。没错，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萧贺硕老师，欢迎，嗨 ，Hello， 欢迎你。欢迎我们的评审来到我们的台东，来到我们铁花村，来看看我们的来到我们铁花村参加决赛的所有的乐团喽。紧接着呢，这一位呢就是呢曾经在我们的角头音乐担任音乐总监，制作过胡德夫，不是胡德夫，胡德夫、陈建年、纪晓君、法奈、陈永龙等无数的非常多的原住民歌手哈的制作人，那拿过了几次的金曲奖，几次？有几次呢？很多次，用力次，那么多次哈。那也就是呢，还曾经呢，这个参与我们的音乐剧的制作，我们这个大型原住民跨界舞台音乐剧的制作哈，就是很久没有进我的你，很久没有进我的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舞台音乐剧的制作，那也。更重要的呢，他就是我们现任的铁花村的音乐总监，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郑杰任老师，掌声鼓励。是的，因为主持人的汗很多，给我三秒擦汗哈，好，马上回来哦。三二一，看时间到了哈，好，你看时间过得非常快。紧接着，嘿嘿，继续啦，介绍呢，就是呢，哇，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咖啡很好喝，那个咖啡有加柠檬，很香啊，哇，太棒了，嗯，真的是好滋味。那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他煮的，有的时候是他的好朋友煮的，他的。怎么称呼呢？啊，你们去就知道了哈。那他呢？就是参与许多台东音乐人的音乐的专辑的这样子一个录制。那也是呢，有这个参与呢，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后山龙哥哦，郭明龙先生哦，这样子的一个最新的专辑《Long Story》，还有我们的八六六。那也这个作品呢，都是收录在我们的《反核》专辑。以及呢，4141南回医院的专辑里面哦，4141南回医院专辑的里面哦，也为呢我们台东起立珊瑚棒球队制作的这个队歌，还有呢，他更重要的呢就是现任的，也就是我们现任的原味酝酿的团长，我们原味酝酿乐团的团长哦。也曾经就是在这个比赛，这个比赛是什么比赛？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比赛吗？答对了，焚风乐团大赛，拿过就是以这个原味酝酿这个乐团呢来得奖，来获得我们的铁环奖哦，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也是呢，这个近乎全能的这样子的一个乐手哈，那也曾经参加过我们九力的演唱会的编曲，这位老师呢就是我们的罗志辉老师啊，辉老师辛苦啦。好，他的咖啡店叫乌马克咖啡，欢迎大家去长沙街啊，长沙街这边哈。好，我们呢除了
介绍我们所有的评审之外，也要呢再次呼吁大家，来到我们的铁花村呢，一定要喝铁花村的饮料，一起享受呢我们铁花村给大家特别的氛围。现在马上话不啰嗦，我们呢就要来欢迎到我们的第一个乐团要来到台上的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没？你们准备好了吗？真的吗？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我们2016分风乐团大赛决赛的第一个团体，也就是我们大专社青组的第一个团体 Rosé 玫瑰红，掌声鼓励欢迎他们，尖叫声再次答对了。在这边呢也要跟我们的所有参赛的乐手来说明一下，在我们的舞台的右前方那个不是时钟哦，那个是一个计分板，哎，你们看不到，你们看不到，不要再回头了，你们绝对不会发现它在哪里。好，只有乐手看得到，哎，对对对对对对，只有乐手看得到那个时间在跑哈，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只有他们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所以现场的朋友们，只要怎么样呢？只要好好的享受他们的音乐就可以了。那在这边呢要跟我们所有参赛的乐团来说明啦，也就是呢我们呢乐团呢所有乐团呢包含 setting 的时间是20分钟，20分钟呢我们会来演唱演奏呢我们三首歌曲是20分钟的时间，那请我们所有乐团都要注意，也请我们所有的乐团都要把握住时间哦。那但是呢在我们的上下台后是有一个5分钟的一个上下台的时间，那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更重要的呢就是呢乐团上来了就要跟大家说明，我们有一个现场乐团的一个人气乐团奖，人气乐团奖只要在我们的铁花村周遭这里呢，有特别是我们的铁花坊这里消费100元，消费100元哦就可以有机会，不是有机会哦，在我们铁花坊是一定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人气乐团奖。后面多了一只手，没关系，这个待会我们再仔细介绍好不好，谢谢这一只手、哦、好，那我们呢看来我们的乐团应该是准备好了，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的人气乐团奖怎么样来票选，怎么样来让他们获得我们的人气乐团奖的这个奖项。是的，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呢就再一次借用各位的双手，我们一起来欢迎